直追你们男人找乐子啊，是吗？没有找乐子，巧了，今天呢我们杀青也结束的早，我们三个呢也没尽兴，也是来找乐子的。对啊，这不都一人认领了一个吗？哎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公司还有事情，我先处理一下去啊。你给我站住！哎，你确实有点事儿啊，拿脚去。哎，好嘞。不要跑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姐妹们，这找乐子啊，得有点找乐子的样子吧。跳舞吧，咱们跳起来。别，菲菲，你快好好穿上吧，就别冻着，好好的啊，穿好。林青，来，你小曼都怀孕三个月了，怎么还穿着高跟鞋啊？哎，对哎，平底鞋你带没带？有，带了，带了，穿上。走，我陪你拿。哎，一起。坐下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是。医生都说了，就穿一会儿，没事的，拿什么鞋？那也不行，还得少穿，这脚疼啊，是不是？这会儿关心我了啊？那一直关心你呀。来，酒来了。那啤酒，那不是拿过来了吗？你搁这儿了啊？都起开了，哎。今天呢是一个特别愉快的和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是吧？你们姐妹团怎么少一个呢？哦，你说老钱啊？嗨，他小孩在家吵吵，他杀青也还没结束就走了。小孩，我可不想步佳一的后尘。你要是出不来的话，就看你爸怎么表现了。我表现一定会达到你的满意。笑什么笑你？想不想当爸爸？做梦都想。那咱俩把工作停了呗。你来安排。来，我们走一个。来，走一个。那个，快，来，祝我们。凉快想一个。我想一个啊，想一个。这个祝三二早日脱单。脱单？不是，那是他。好生活，啊，还可以。我觉得其实还可以，还不错。这还可以是吧？这是还可以。祝我们好好